大家早晨好，我其实是一夜没睡，现在是5:51，这就是昨天闲着没事干喝茶的后果。点亮，他倒是没喝茶，睡得很好。啊，我整晚上都在这儿看手机，睡不着，终于醒了，现在是11:48。完蛋了，这回真的进入养猪模式了，只有中午才醒来，因为早晨7点8点我才睡着的，刚刚才发了视频，洗脸，想，刚洗完脸就得吃饭了，这是对我来说是早餐，它其实已经是午饭了，今天吃羊肉冬瓜。然后炖冬瓜，每天这样子吃，会胖下去。看我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干什么？我们要去照张照片，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日期比较好玩，2020-0202。我们拿这个相机到这边来拍个照，照个全家福。在这边阳光。光线相对来说好点，正在传送照片到手机上。那等一下，编辑一下日期。其实这个相机是可以添加日期，但是我没有加，忘记了。又到了收拾车的时间，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来去收拾。把衣服先穿上，因为外边今天好像也是比较冷的。顺便给把米罗的罐头拿上来点，我先去找小车。太冷了，钥匙拿着，出发。今天还要来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门都冻上了，天！座套，别磕在人家车身上。座套呢，拆下来拿回去洗，因为这一趟出来，这个座套才用了不久，丢掉太可惜了。所以我们再把它拆下来洗一次，因为这个质量啊，它不经洗，洗两次之后就不太好了，所以能不洗就尽量不洗。这个要不要洗一洗？这个应该不用，头枕没靠几次。哇，米罗的水盆都结冰了，太恐怖了。不过在北方结冰很正常。下来一个，先垫在这儿。我们今天要拿的东西还比较多，但是我不想跑两趟。今天外面太冷，我只想跑一趟。这个就暂时先不洗了，就挂在这儿吧。因为这个挺干净的，这个座位上没什么人靠。看这个蹭的黑乎乎的，我已经忍这个座位忍很久了。这次我要把主驾和副驾换一下，下次出发的时候，这样他就。两个黑的均匀一点吧。这儿有一个卡子，这儿有一个卡子。哎呀，这两个东西就占了半个车了。车锁了，这等会儿走的时候又忘了。哎，现在超不想进这个车里，又冷啊，-1度，还可以车里。还算比较保温的，要把这些衣服拿回去。我看看我要拿的衣服有很多，还有一个皮箱竟然，这些里边的衣服要拿回去。天哪，没有个，我的睡裤在这儿，我还有一个吃痘痘的睡裤。80后应该很对这个比较熟悉吧？先把这些拿回去，你看一个柜子里边放不了多少衣服，就这些。在这个里，这里都是有些厚外套啊什么的，都还好。裤子，我这相同牛仔裤有很多条，
所以整天看我好像穿的是一身衣服，但是我是相同的 T 恤有很多件，相同的裤子有很多条，外套就没有相同的，因为外套不经常洗嘛，但 T 恤啊裤子啊这些要经常洗，所以就同样的裤子我喜欢的至少有两条。啊，还有里边一个柜子。这边就是外套了，帽子啊什么的，内衣。这两件大衣也拿上，因为还有两件羽绒服在侧边带着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就这样把钥匙拿着，这才是车里边的一部分衣服。我下次再考虑要不要带皮箱出来了，因为我这个车里边几乎能放下一年四季的衣服了已经。然后我们就把后备箱里边的那个皮箱，装衣服的皮箱拎出来。看看装衣服皮箱在什么位置。哦，我们还给米诺拿罐头的了。装一皮箱在这儿，上面还有好多东西，好烦啊！这能拿出来吗？拿不出来也得拿呀。可以，交出来。下次可以带一个小一点的，相对来说。走起来，好，出发。皮箱不知道能不能放在这个上边，可以。对，我就这样拽一个车就好了。每天收拾一点点，今天就是衣服。这一车就直接拖过去，因为这车里边不管干净的不干净的都得洗一遍。因为出去之后啊，南方潮湿。很多衣物它有霉，但是不是你能看得到那种特别厉害的发霉，就比较轻微的发霉，也是要洗一下。你想想这里边有多少要洗的？我们先把这些，这是我车上的靠枕啊、枕头啊什么的，背心，干净的不干净的都得洗一遍。哦，这羽绒服就不用洗了，像这种的大的。这种我直接，这种因为这种洗起来太麻烦了。这种，哦，这冻得硬，硬了都，这塑料纸了这衣服，证明是它这个里边还是有潮气的。你看这衣服都是有点硬邦邦的。这两件不用洗，然后这里边得要洗，这些大衣都不用洗，拿回去挂起来。但是我有一件羽绒服好像得洗，我看一下。因为我记得我吃饭的时候好像滴上什么油了，滴哪去了？哦，在这儿。这件得洗了，我最害怕衣服上有这种点点滴滴的那种小点脏，能少洗就少洗。也建议大家买羽绒服的时候啊，不要买这种亮色的、白色的，尽量买一些像是这个颜色，脏了也看不出来的这种。衣服又要收拾好一阵，因为现在这些衣服刚刚好在我们这儿能用得上。这件是一件太空棉的大衣，就不掏出来了，直接挂起了。我这衣柜啊几乎都是塞满的状态啊，这还是一部分，其他都已经装箱了，包括这边也是。嗯，这个屋子快被我的衣服占领了，先洗吧，慢慢洗吧，反正这段时间没事干，每天在家把这些都洗一洗。说实话，每次出门带的衣服其实蛮多的，春夏秋冬都有，每个季节都有，就是因为我们去的地方不一定冷，不一定热，也不可能临时买衣服，
所以就什么都带点，衣服接着洗。我们回到房间，写作业。